这种画画班你肯定没上过，画画不只是单纯的线条和图形构成，也不再是简单枯燥的临摹，让孩子用色彩去感受世界。5到12岁是培养孩子绘画天赋的黄金时期，拼的是孩子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。画啦啦少儿美术课是由学而思投资，知名大品牌，实力有保障，里面有一线美院毕业的名师授课，赶紧点击视频下方查看详情，给您的孩子报名吧。